欸，穿泳装啦。所以说，末月是你跟我讲说有这个结局咯。哦，真的是啊。好，算了，我再玩一次试试看。翌日，这个不是父子死在那父女死在那个招牌下面吗？那天在招牌下面，就是不是有故事，然后就有人一直感觉好像看到那一对母子在那边一样。等等，你玩到穿泳装之前是怎样？就一样啊，就遇到妈妈，然后妈妈嘻笑啊，然后爸爸嘻笑啊，然后把小孩抓走啊，然后爸爸没有，他没有把小孩抓走啊。啊？好像他下爸爸没有跑步，没有。你没有看爸爸跑步？爸爸说：“我们来比赛赛跑一。”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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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超好笑的那一段。哦，欢迎回来。哎、欸，你没有按继续吗？妈妈现在啊？什么继续？继续啊？怎么继续？他刚刚不是有开始跟继续？对啊。没有继续吗？有啊，继续是我刚刚玩的，我现在重玩。对啊，你刚玩就好了，干嘛重玩？我要重玩，我怕是不是哪个地方没有用到 QBB？ 谢谢啊，好。QBB 不要说谎啊！那个谁，他妈不见了，然后他爸爸一直说什么？他爸爸什么？他妈不见，然后他一直说哦，妈妈都不能做晚餐给我吃，然后一直想晚餐吃什么，点心要什么？看，这真的是不孝女哎！看，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受不了。你还不抢你妈的酒来喝？他不能喝啊！哎呀，下雨了！玩到什么怪怪的结局？然后就跑了嘛，就跑了，对啊，就跑了。第一次下雨嘛，然后跑嘛。你有看到爸爸跑几次吗？一次，不对，两次。第二次是怎样？第二次爸爸也会跑步啊。第二次是为什么跑？第二次也下雨啊，然后爸爸也在跑啊。哦，哦，中间哪边？我觉得女主角穿白色衣服好好看啊。是吗？做个蛋糕就好了。你真的整天都是想吃哎、欸，这么八蛋！你这个吃货。然后第二次遇到妈妈，是不是妈妈没有拿手提袋？对啊，然后说，然后我说没有，其实妈妈想猜拳，你们都不知道啊。妈妈想猜拳，来剪刀石头，还没出哦。等一下，我要等妈妈出。你看，妈妈出石头，我们赢了，我们出布，喵子安安啊。现在观众安安，如果喜欢的台就请去按个追随赞跟订阅哦，尤其是订阅跟追随一定要按哦。那如果很喜欢的话，可以按两次没关系。你吃屎啊！那如果那什么啊，如果想要名片就在下面留言，下面那什么昵称留言板。我现在看到妈妈猜拳那边呢。对啊，差不多。哎、欸，然后我遇到一个怪叔叔。那我怪叔叔骗谁啊？就只是一个经过我的阿伯啦。哦，经过了阿伯，我被那个阿伯跟阿妈吓到，真的、哦，真的，你好逊哦！因为一二话根本就没人会冲出来啊，就第三话竟然有人冲出来，他只是走出来而已，走出来就吓到了哈。好，第三次了，那第三次遇到妈妈，妈妈是不是张开嘴巴？对啊，妈妈张开嘴巴有点像喜羊羊一样，他原本就是喜羊羊，没有啊，妈妈就那个什么吸毒吸多了，然后就变这样了、啊，吸胶吸太多了，那妈妈，妈妈嘴巴张到一半，她就闪现，对不对？我要吃肉。看，你吃屎，按一次就好了，按一次就好。然后不管按几次，就是要二的倍数就对了。对啊，这边目前都一样啊。Mina 也有看，真的啊，这里目前都一样。对啊。哎呦，你们研究出来躲猫猫和那个了？谁是凶手？你到底怎么玩到另外一个结局？我根本就没有玩到所谓的分歧点啊！对啊，我也没有，好奇怪哦。而且他也第二话你有破出分歧点吗？有啊，就第二话哥哥啊，对啊，就哥哥啊，啊对啊，第二话起码要回头 啊，第三话根本就没有要回头部分啊。他 bug 吗？怎么可能？我现在看到女主角穿着蓝色的 T 恤，她说：“妈妈。”然后他妈出现在对岸哦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啊！爸爸要出现了没？没有，爸爸还没，第一次还没。第二章是不是异变啊？我怎么知道第二章是谁？我第二你有记录吗？你有记录过吗？我删掉了、欸。我说你都有记录吗？没有，这游戏哪有记录啊？有记录档啊，可以记录啊。
有储存吗？有啊，有储存啊。哎、欸，啊、哦，那应该是储存那里有问题，不要储存，直接玩。啊，那我懂了，我懂了。这游戏有储存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有一个地方有记录。哪里？他等一下会跳出去，然后说第二章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先跟，然后没有没有，第二章下面会有一个出章点。你看，你看，看看，你看看。等等，我看看。下面有个记录档。还没啦，我现在还在小男孩而已，不是小蓝色衣服。好啦，我等你。好了没啊？还没啊，很久啦，你现在走到一半了，才刚走哎、欸。你就然后妈妈就闪现到后面嘛。哦，对啊，现在妈妈在后面。张友。哎、欸，奶油，我们等一下啊，我们等一下直接开台来玩 Game Mode 啊，给你的头啊，我都没有，那就不要玩了，都要序章异变，啊，下面还有个记录啊，有没有看到？我根本就没点记录哈，那可以点啊，啊，我知道，对，那可以点啊，还可以记录，我刚有记录啊，就插在这里啊，没几点应该是记录哈，对，因为我刚记录完，妈妈的脸变得很丑，那你可以记录一次吗？不要。不然来就继续玩下去就好了。夜睡哦，终于，原来，看为什么分歧点会在这啊？最好啦，作者也太那个了。为什么你会去记录啦？我想说会死啊。什么口尼基哇？口尼基哇？其实，我要学他叫。好，爸爸出现。啊，他牵着我的手，好害羞。啊，妈妈马上就回来啊！你骗笑哎、欸，啊啊，他怎么可能丢了刺石到处乱跑呢？他就是这种人啊！爸爸因为有工作，所以不太能来接你，这个王八蛋。直到妈妈回来前就忍耐一下啊，不要。所以打起精神来嘛，干你啊！嘴巴还讲脏话。我要吐槽他爸爸。哦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。哦，下雨啊！我怎么爸爸没眼球啊？你小孩子还不没眼睛，对吧、啊？这游戏其实是男女主角最可怕。哦，爸爸你好狡猾，你竟然先偷跑！你这个连女人都会偷吃的家伙，你个偷吃老不死啊！哦，再隔一天，哦，手牵手啊。妈妈是我已经交给警方处理了啊，自己解决不了就交给警察。嗯、啊，警察叔叔很快就会找到他的，放屁啦！妈妈都已经挂啦、啊，爸爸明天有点事，所以没办法接你。你每天都这样讲，试试一个人也没问题吧？当然是没问题啊，谁需要你这个臭老头啊？哦，警察叔叔，你有维度哦，您辛苦了。哎、欸，我一开始在玩的时候，我以为那个是女的、欸，真的哦，我以为那是警察阿姨，没有啦。看一看就觉得是男的，屁啦！小妹，如果有发现什么话，可以跟警察叔叔说。有，我的爸爸是变态，也要跟爸爸说。干，那爸爸真的，我玩到穿泳装，那超恶心的。他还穿学校泳衣，还背着跟女主角同样一样的书包。好，那我们就拜托你们了。其他现在在的话，我就完全不安心了。嗯。我要等一下玩 Hand 拿铁，啊 ，Hand， 你说左右手，对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他妈在计程车那种那什么在那什么那个警车里面呢？他妈，对，哦，你玩到那边了，对，那应该差不多啦。他妈说，他妈说放我出去，你没过那边吗？没有，啊，那你就顺利的过那个结局了。那么什么现在才要回来呢？当然是永远不会回来啦。永远不会吃吃乖乖听话话，是不是就回来了？你放屁啦！哦，下雨哦！啊，又下雨！他妈的！看到有人玩到穿泳装。明天开始要好好看天气吧，就只有我没。真的就走你。哎呦！那警察叔叔是不是死了？救我！救我！啊！警察挂了。其实这才是不正常的结局啊！你都没有发现电线杆变多了吗？有啊，我有发现多了几个。哦，哦有人插口袋。奇怪，怎么了？警察叔叔呗。有好多警察叔叔哦。
来跟着警察叔叔一起去玩吧。有小偷吗？这应该是女的吧？哦，好多好多警察叔叔在，稍微放心了。屁啦，这反而要更不放心啊！一直在聊就好了。Why day？你这小女孩想法怎么这样啊？刚才有一个地方直接跳过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是因为我多存档，不能存档，存档的话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结局。哦，无脸男哎，那个神隐少女里面那一个。啊，什么？哎，拿铁要玩异变吗？还是直接跳到拐影？什么异变拐影？那个啊，你看你看，很久，我等到那边很久哎。等一下啊，只一秒而已。异变跟拐影，不就照着顺序往下玩吗？我忘了我刚刚是玩哪一个，玩已经最后一个啊，拐影啊。好，我在喝桑葚汁。你在干嘛了？恶心死了！漱口啊！没有，我喝水漱口。恶心死了。嗯。哦，我的桑葚汁喷到我了。你的什么汁？桑葚汁。哦，我的气质是不是才能回来？给我好好找个你娘！所以我们有在巡逻阿干，你这不可理喻，嘿嘿嘿，他干嘛笑？你笑什么？笑干哦，爸爸，为什么那警察要笑啊？啊，事实，为什么拿铁？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要笑那个警察？警察啊，你等一下看就知道了哈。真是的，拜托你们了。你回来刺死，感觉好像刺死你哦。爸爸工作怎么样呢？那警察一直张开嘴巴动，哎，干，他有病。警察也嗑药了啦。他也嗑药了，干。没什么好担心的。米娅今天一来看我玩，我就玩到不同的结局。这是有够扯的我。这种结局都玩得出来。因为第二话的分歧点是因为作者在官方讲哦，啊，第三话根本就没有讲啊，所以谁知道警察挂了，警察死掉了，哎呦，我摔到麦克风了，警察死掉就没了吗？还有啦，大概还有两张三张，好，那么很久吗？很快啦，今天晚餐吃什么呢？爸觉得下厨也会变得开心起来，爸爸你要变女的啦。他爸叫你的我还听错，变吃屎。又下雨了，来吧，试试今天也跟爸爸赛跑吧。你他妈，你也每次用这一招就有用吗？预备跑，哇，好快啊！他跟唐三藏一样哎，预备跑啊，预备跑啊，没有唐三藏是预跑，预跑，雄奇吧，如意棒。太扯了啦！他爸在等他，他说你跑得好慢哦，慢人中。点点点啊！他爸尴尬了，他女儿没跟他一起跑，他尴尬了，尴尬了，尴尬了，哦，丢丢脸哦。尴尬了哦，活该啦。哦，还有，还好，那我今天看完这个就好了，差不多。我也要在五分钟结束了，妈妈。咪咪，又下雨，他妈怎么每天都下雨啊？重点是他每天都不带雨伞。妈妈，真的是学不乖、欸，每天都不带雨伞，学不乖都不带伞的，真的是啊、哦。他哭了，他哭了。
麦考麦考，妈妈妈妈，我想要吃你的点心啊！我肚子好饿，爸爸只会炒饭，什么都不会。还要煮面，泡面泡给我吃。我难过，哦他，哎呦，他妈来了，他妈在我后面。哦，哎、欸，我玩完了，玩完了，不可能吧？没那么快啊，真的、啊，应该还有一张或两张吧。他拿着黄色的小伞，他终于学乖了肯带雨伞了，都快结束了还带雨伞。对啊，吃食。哎、欸，他妈！吃食酱，哎、欸，他妈来嘞、欸！妈妈，你终于没嗑药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哎哎哎哎！哦，宝宝，变态哦，好温馨哦。妈妈，你回来了，你去哪里了呢？吃食，对不起，我最近嗑药嗑的太多了，不会再能让你一个人的。妈妈。哦，他妈长得好丑啊、哦！哦，你也不照照镜子看你长怎样，还蛮帅的、啊。最好。他妈就此消失，不对，他也消失了。看来我刚玩的那个结局是好结局。你刚因为刺史没消失，然后他爸也在。哎、欸，还有幼日哦，幼日。哦、oh? ，他妈妈刚刚抱着刺史，然后闪现了，然后他爸驼背，这样不好啊，老弟，刺史啊，刺史也走了，就是爸爸辞掉工作也要找到你，啊，比起工作什么的，你们两个才是重要的，到底在哪里啊？其实他妈是坏人，对不对？刺史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有血发生了什么事故吗？话说回来，总觉得电线杆变多了，我也这么认为。之前有那么多吗？啊，不管啦、啊。刺史，哎、欸，干嘛变他？他怎么了吗？打广告。哦。我要加他，我要加他即时。白痴哦、喔！他在嫖，他在那什么推销那个约炮。我要加他，脏死了！等一下，他去九点半了，吉祥叔叔那里吧。没有开玩笑的。只剩他爸爸一个人了。他吃食讲后来嘞。哎呦，红衣小女孩不是，这是跑去找剑王神学太阳拳。这是什么红雨伞小女孩？脏死了！你看他，我开个玩笑嘛。少来啦，脏死了！今天敢断嘞？怎么有一堆人在叫啊？听到了。爸爸爸爸爸爸，他是不是在爸爸？巴拉巴啊，幻听吗？啊，直接列入幻听行列。爸爸爸爸，爸爸爸爸，爸爸爸爸爸爸，不要再喊啦、啊！再喊我也不会给你钱啦、啊。哎呀，他女儿也死嘞、欸！啊。哦，还有，他爸爸好可怜啊！听到了，的确是听到了。他爸好镇定啊，听到了还这么镇定。
整个就超淡定的，靠 ，Jacky 安安呢？巴巴拉巴，巴巴拉巴，巴巴拉巴，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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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巴巴啊，巴巴啊啊，巴巴啊啊啊。然后这是从这个标，难道是从这个标志来的？哎呦靠呗，肯定又是环境，靠，好丑哦。爸爸消失，变成一个电线杆，好屌哦！为什么变电线杆呢、啊？不要电线杆，就让我想到，你还记得那个吗？霹雳酷的猫不是有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？哦，有，也是两根电线杆，也是两根电线杆。这里是哪里啊？怎么回事？身体没办法动了。哦呦，吓到我！我刚被画面吓到，可我到底是怎么了？我还蛮淡定的。小月安安啊，不对了、啊，我看到爸爸被抓走，吓到。怪物，仔细看，那不是事实吗？哦，好，现在是他爸在讲话，原来他在那种地方啊。怎么从对面有谁走过来了？喂！救命啊！哦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我看不太清楚哎。他把他干掉了吗？你都不认真看的吼。是吃掉？没有，是太不明显了。哪会啊？骗人的吧？啊，他把他吃掉了。吃食！快逃啊！吃食！啊，好啊，莉莉，拜拜。啊，姥姥，拜拜。啊，吃！啊！吃食被吃掉了。他来吃我了。果然欸，跟我想的一样。别过来！嘎吹蹦，别过来！这到底是啥奇妙的 game？ 我也觉得蛮妙的。我觉得这没有那么可怕、啊，比那个什么好不可怕多了。比哪个？那个 house 就是那个 the house。对 ，the house。然后超可怕的、欸。哎呦，靠北哦！哎呦，你有点那个吗？你没有点，我觉得你应该没有点。还有其他地方可以点欸？什么其他地方可以点？对啊，刚刚有一个没显示出来的结局。你看，你说一张人脸那个吗？对，一张人脸跑出来那个。那个我点啊。真的、哦？可是上面没显示东西耶。对啊，没显示东西啊，所以我再点下去啊。超 OP 的。哎，你最后再点一次记录哎。哎呀，他长得好丑、哦。哎，如果你点记录的话，他是直接开始哦，那还有继续吗？还是点完记录就直接玩完了吧？那张脸会持续多久啊？没有很久吧？他好像越来越大了。你那脸像星星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有点像。哦，玩完嘞，看完那张脸就没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没了。哇塞，这个 Mina 说的好，这游戏真的超赞。看这个，我超想看泳装的。这个我什么泳装？哦，你说那个，这个超无言的，这个就超无言的、啊。